到哦啊！嗱，而家開始比賽噶，賴義輝佢選擇佢需要熱身啊！好，第一隻彎，大家做得都好好，大家做得非常好。嗱，輝哥亦都係一個好聰明嘅車手，佢喺啊呢、這個比賽裏面，佢盡量希望贏勝。哎呀，大家會見到，見到輝哥嗰個尾翼噶、啊。因為他的尾翼撞到我們的障礙物啊，攞得太貼，攞得太貼啊！咁其實依下我哋睇佢，可能係好微小影響喎，會唔會影響佢嗰個發揮㗎？嚟緊唔會影響佢太大發揮，因為佢啊咋咋咁樣，你見佢架車咧拋曬沙板，做曬寬體，咁啊條尾翼又闊過人咧，所以佢可能喺嗰個回頭彎裏邊掌握嘅時候咧，攞得太過貼撞到少少障礙物咯。咁當然撞到我哋嘅障礙物，亦都係會扣分嘅。啊，現場都助手啊，即刻為佢架車包扎傷口啊！係啦，啊。咁其實你見到呢兩架車咧，佢嘅都係經過咗一啲不同嘅改裝，尤其是佢哋嘅外形。好，睇下輝哥用啲咩方法嚟到修正呢個新馬。第一個彎，佢應該會比較暴力啲啦。第二個彎，哦。大家完成了赛道，没有没有没有，那闪盖就是闪过，他选择闪过闪道，广宁县县概况，广宁县县政府行政区规划那个地方。咁啊，兩架車都有佢哋嘅問題喺度啊嚇，兩架車嘅車手都有問題喺度。嗱，咁大家由八強、四強睇到依家。好，我聽緊現場有冇咩做咗啲咩決定？咁啊，真係頭先好。好，好似聽到啦。好，李曉南晉級，因為頭先第二個回合，李曉南嘅失誤係因為賴義輝導致佢嘅失誤嘅，而喺第一個回合亦都好清楚見到李曉南有優勢，所以兩個回合加埋。李曉南晉級，哇！鐘 Sir 呢次就辛苦啦。冠軍之爭啊，亦都係內控啊！香港汽車漂移培訓內控啊，由主理人陳連才對佢嘅師弟李曉南啊，佢哋會暫時將佢哋之間嘅關係忘記咗先。哦，李曉南依家可能去第二個車手裏邊攞緊經驗啦。啊，係啊！嗱、啊，大家而家見到羅奇輝翻翻出嚟，跟住會見到賴義輝亦都翻翻出嚟，我哋。先嚟一個季軍嘅爭奪戰，三四名之爭啊！三四名之爭。